阿关小姐，哎呦，我是真尊重你，咱大家合作这么久啊，我唔敢讲要要求甲你安怎徛边关，还是讲坐边坐，但是嘛别到对头到尾，我干那滴，嗯，好，嘿，哈，你滴滴唱。阿关就叫做你点点听就好，你点边啊嘿吼嘿哈，啊就差就差。其实哦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，让公共沉默的事情，有时要有时候给听淡薄啊，为减公寡。我现在这里对自己或对别人也是一种尊重，也是一种进步。我觉得是这样。当然啦，当然。像我跟你讲，我喊你讲，我边听你讲话，你较济。干嘛呢？你点点听。啊，好啦，阿关今天节目非常赞，所以呢，你就点点听。哎嘿，啊，那就再讲。金曲看。来，听上哦。风吹金花思情浓，是浓最浓，人生全无通，一时行船哪有风光？但愿情难忘，深情无地讲，心事寄着海边风，海风无情，笑月。
所人生的气，只有今时日，予阮母亲做围棋。但阮此生里却无错讲起，路上不休无爱意。到现在，心也是。像恋爱歌，啊像恋爱歌。